我要手工花生卷。酸奶黑豆来一个呗。那我是海鲜过敏。那岂不是蟹粉东西你都不能吃？野生君王汤你可以来一个。好。是明天就准备考试吗？对啊，想什么呢？我就想跟你搭两句话，想听你骂骂我。你对明天考试有信心吗？有信心，非常有信心。哥就是个非常有信心的。明天是不是一定要走人的呀？八个人里面。对啊。我了好可惜啊。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不可惜的，经历过，努力过就行，过程最重要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吧，以后就是，反正你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什么你尽量解决不了，你也可以，你也拉上我。或者怎么样，或者那个，就是我相信什么那个三个臭皮匠抵过一个诸葛亮，好吧？嗯，走呗。队长，你胡子又出来了。队长太困了。走吧，我们走吧。哎，你看骑得慢点，别老吓唬我。我真的现在吃完饭好困啊。你刚才也是，我真的笑死了。你真的很老干部。能有趣一点。